和平不能够靠武力来维持，可咱互相理解来实现。2024年关键时刻，决定明仔的命。我们听见了政党轮替的渴望。我相信民主一定要有制衡的力量。我相信民主自由就像稻米，只有在和平的土壤才能丰收。我拒绝阿爸无灵的进步。政党要轮替，万难走，客家乡亲要结亲。用选票坚定支持侯友宜，选出正确的领袖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对人民最大的承诺就是让人民远离战争。我坚持的台湾的未来，只要2300万人共同的决定。